大家好，我是老王，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奥特曼格斗进化。好，咱们先选一个奥特曼。啊，咱们在选的同时，这个电脑的这一方也是在不断的改变对手。好，咱们就选这一个迪迦奥特曼吧。但是他们也选了迪迦。这个好像是雷欧奥特曼，泰罗啊、哦，他们选好了，选泰罗奥特曼对战咱们这个迪迦奥特曼。咱们迪迦奥特曼是光之国的真正的战神，打理这个光之国的太子泰罗应该问题不大。好，咱们开始战斗。哇，泰罗奥特曼的出场方式太厉害了，太霸气了。泰罗奥特曼呢也是非常的炫酷的，在月圆之夜化山弄剑是吧、啊、有三个太阳，有三个月亮。哇，这家伙泰罗这家伙喜欢画这个必杀技是吧，上来就发了两个了，但是都让我们给捅过去了。看我蛇皮走位是不是？做懦夫还是英雄？那么只有几分钟，我拿起武器，从战壕中开始冲锋。敌军在前方传动。啊，这家伙，咱们现在打的话还是有点吃亏的啊。好，看我们这个动感光波，是非常的强悍。小样，你再来呀！我走你，是吧？好，咱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。好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竟然没打过的，这样不行，是不是？这一波操作有点尴尬了。好，咱们发个必杀技，看能不能把它给 KO 掉。漂亮，